Hello， 大家好，来到我们那个元帅刘伯承的故居这里。离我做事这里要几分钟时间。然后既然来到这个地方，得去参观，说是也是一种见尊见哦。他的故居就在对面河那里，这座山很像一个棺木一样。然后现在树挡着，我们看不到他的那个故居。大概听说是在那所中学啊，中学旁边，我们去看一下哦。到那边，签字到那边去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这里已经到了我们那个刘伯承元帅的故里。后面这棵是黄角树，然后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刘伯承元帅的以前骑马的样子。哦，这里哇，好高啊！对这位伟人，我们必须仰慕。这气势，让我带你去看另外下一个地方。我好像是导游一样，哎，就这个是你之处。这个树很大，叫黄角树啊。这个听说就是我们刘伯承元帅在这里小时候在这里读书的。在这个树呢，也是他求道之路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刘伯承求学谋生的往来古道。然后此处啊，曾是他纳凉读书的地方，黄角树。在1911年，我们刘伯承，从这里离家，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你知道我是万能欢是不是？哎，其实这里就有了，那么简单是不是？写得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下。这个树，就看它的树树冠和它的那个形状，就知道它的年份，很悠久。古树，黄角树，能长这么大，大树好乘凉。走，我们去看它的故居。这里。还有我们那个刘伯承元帅的那个雕像，他的人像在这里。1892年啊，是1986年。去参观一下吧，就是看完。哎，那里有个什么？这个怎么读啊？
你的文化是多高啊？这个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，它的意思，这个英文的意思是保护文物，前物入内。这姚伯承元帅家的那个脸盘啊，就是这样，你看都有多悠久的历史啊，这个。像我们这种年代的，我们都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。以前啊，应该所有的那些农作物啊，只要是去壳破壳的啊，或者是其他什么的，都是需要这种模子来加工的，没有什么现代化这种机器设备，这就是一个很艰辛的历史。所以说现在的人生活好过了，还得不能忘记过去，是吧？再我们去看一下，这里好多竹子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圆圆啊，宁可餐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这是这个。到了，来到我们那个刘伯承元帅曾经的故居这里。这个茅草屋上面都长满了那个青苔了，可以过来这里参观一下，这是以前的猪圈。哎呦，还是用那个石头来砌起来的，还有那个猪草喂食的。这里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灶屋。这是所谓的厨房啊，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以前农作时候的那些工具，还有那个收音石磨，那个是推石磨的，对，那边这样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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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篮子、箩筐、簸箕，这个应该是大簸箕。对，大簸箕是那个应该是盖那个锅的，那边有。那这个看一下我们刘伯承元帅曾经寒窗苦读的那个。历史那个标记在这里啊，少年刘伯承每天早起，一边帮母亲烧火做饭，一边借着火光看书。啊，我们现在的小孩，给一部手机给他看游戏了，看什么电影去了？条件好了，反而那个读书都不上进了。啊，这里就是上面开始吧，上面是水桶，啊。下面这个就是碗柜，那边是叫撮箕嘛，撮那个稻谷啊、米饭的那两个，大撮箕、小撮箕啊。这边我锅盖是这种，这是锅盖，下面还可以提点，三个罩。看一下这里的那个摆件。家居的那些这些很悠久很古老的，这个都是以前那个木头的，实木的木头的，那桌子啊、茶几啊、
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饭桌，然后以前的长板凳。哇，那我先从这边拆走，来看一下。这里有他年轻时候的那个画像，好帅气的我。眉清目秀，很精神，但年轻的时候很帅气，很阳光的。我看到年轻的时候，我都能看得出他以后长大了绝对不一样，所以最少是个元帅。嗯，还挺会看的。这是他的床，哎呦，他的这些都很久久引导了我。这边呢？哦，这是他以前在部队生活的，是吧？这里就是他的所有那个人生的一些记录啊，这个太多了信息，相信很多那个家人啊、网友啊，都比我还要了解的。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他母亲那边的卧室。就勤劳艰苦啊，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，这些房间的这些摆件都很悠久啊，很古老啊。很多人参观吧，我们先看了一遍，可以的，我们先出去。大家人们从头看到尾啊，这的确很值得来参观和祭奠的啊。那陆陆续续的都有那些游客来这里参观。这是当地它一个保存下来的一个遗址啊。进门的话只需要给一个身份证，不需要门票。这是对于一个曾经的对咱们国家做出贡献的一位伟人一种纪念吧。感谢家人们收看啊，来到这里地方也不远，咱们也过来看一下，来过来参观敬拜一下啊。感谢家人们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